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那走六十呗，那剩就31万，现在差不多整10万。假的。预警，劝阻，全天候。点之于未萌，持之于未发。冒充警察，你胆大了你！我告诉你，今天我值班，你就骗不成。防风险，保安全，筑牢反诈防火墙。一线系列节目《紧急拦截》即将播出。高危预警，劝阻工作困难重重。会有大额资金转出。深度洗脑，直击人心。防不胜防，干嘛呢你这还骗呢，冒充警察，你胆大了你。一次正邪善恶的较量，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分秒必争。一线系列节目紧急拦截正在播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反响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极难筹判问题之一。公安部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46.4万起，累计推送预警指令2.4亿条。您好，长阳妇女反诈中心。您好，房山反诈中心。延安小表反诈中心。对于反诈民警来说，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不受损失，他们的每一次出警都是在跟时间赛跑。您好，东城反诈中心，您今天是不是接到诈骗电话了？资金预警劝阻是反电信网络诈骗的重要环节，在与诈骗分子博弈的过程中，抢先一步找到潜在受害人群，是反诈防骗的关键所在。那天是我们接到一个通话，时长大概得有1个多小时的这个预警，预警来源也很明确，就是冒充公检法嘛。这种情况，这公检法的预警就是会有大额资金转出，而且诈骗这个时间也可能也会很快就实施成功了。事态紧急，民警首先尝试与事主取得联系，但其电话始终处在通话状态。几经辗转，民警联系上了事主的母亲。到他们家的时候，就是他母亲也是很配合嘛，但是就是说一早说是跟同事出去玩了，说那你，我们就问哪个同事啊，找谁呀、啊、他就帮着一起联系，就问，后来发现并没有在一起。你好，您拨的电话正在通话中。你看刚才也跟人挂了。刚才我打也是用什么什么在通话中，真是有一次，第一次是有一个人撕拉撕拉的声，完了没说听不清，他就给挂了，就再也不通，再也接不着了。应该就是他电话应该是关了机的，是吗？嗯，因为你看我这个地址。那关了机他怎么跟他联系？他 WiFi 呀、啊。有 WiFi 咱 QQ。QQ 啊，不需要那个、哦。他这应该就是胡说。你好，你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取消公转吗？他怎么老公转啊？哎呦，从来没这样过。焦急万分的民警与事主的密切关系人都取得了联系，告知他们事态的严重性，发动他们一起寻找事主。我是东城反诈中心的。哦，您是他姐。他不接电话。我就当时问他母亲，我说他使用的是什么手机，他说是苹果手机，然后在他家里看见了一个就是 iPad。它有一个查找我的iPhone 这么一个功能，之后我不就坐那儿查吗，结果一看它当时显示的位置就是一个 KTV。 民警立即带着事主的母亲一起赶到了这家歌厅。你见过你本人吗？嗯，一个人来开房。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民警很快就找到了事主所在的包房。来付款呢？都停了。哎呦，这等会儿，你听我说，我那个说什么呀？那个我跟武汉市，你别跟他说了，骗子张。啊，那怎么办呀？那是骗子，全输入了，赶紧停！现在马上挂失，挂失，挂失！啊，我全都公安局的来找我。
过一上午。正经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凤城分局反诈中心。我管不了你，先别着急，哎，先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挂失岗位的，赶紧挂失。妈呀，我打电话挂失，我怎么打电话了？银行电话呀，等会儿吧，他刚才让我挨个操作的。在民警的安抚下，事主渐渐平复了慌乱的情绪，开始逐一对银行卡进行挂失处理，却发现所有的银行卡密码都被嫌疑人修改了。然后你现在马上打110，110有一紧急支付，看能不能把他的账给冻上。好，马上打，速度。然后照着这个念，告诉他对方我被骗诈骗了，然后对方的账号是怎么着，然后。110你办什么？哎，您好，我刚才被电话诈骗了。电信诈骗。电信诈骗。有金额是吗？有。推荐多少钱？嗯，大约几十万。几十万？我几十万。嗯、他说不清楚，我不太清楚。但是现在有对方账号。对。你说多少？我把账号告诉您是吧？632。事主告诉民警，他的银行卡里只有8000元钱。其他所有转出的钱款都是按照嫌疑人的要求从各个网络借贷平台上贷出来的。他是还他有俩丢丢，没有传统丢丢，说跟我们想的一样，基本上现在骗的就是因为你传统微信，他肯定不让你上登微信。对，这跟你说，然后上来就把开飞行模式打开，那么着你短信电话都进不来，只要有 WiFi 的地儿，直接登一个，要不你不常用的丢丢，要不骗子直接给你提供丢丢，然后怎么着？正好进来之后把那笔钱给拦住了，就反正就是，反正这下午的钱就没带回去。幸亏这个验警官找通过这个苹果人，找着了。对啊，没有这个找不着，真着急了。这一下午的是不是还得给他汇了？就借到他不能借为止。啊、哦，就是信用度没的时候就借不了。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在预警劝阻工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受害人还是被骗走了20多万元钱。每每面对这样的场面，反诈民警都会感到惋惜与痛心。这个工作不好干，太难干了。一是对方不信，然后被骂，这都是常事儿。但是我们的工作肯定还是，不管他怎么对我们，我们肯定还是认真的、坚持的去劝他，让他去醒悟。钱一旦汇入诈骗分子的账户，就如同一滴水汇入江河，再想追回难度极大。而让反诈民警觉得难上加难的是，被深度洗脑的潜在受害人会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下拒绝承认接到诈骗电话，甚至隐瞒转账行为。哟，您都到了，咱们是社区的哈。啊，社区的。不是，在家呢吗？在家呢。这是不开门啊？在这不开门。不开门？啊。哎呦妈！晚年了。什么？哎，您好，咱们派出所的。啊，派出所的。干啥呀？嘿，我，咱们这社区都敲了半天门了。嘛呀，您这是？不是。有点事儿问您，您哈，您前两天是不是给人家转账了？哎，别，李叔，别着急。干嘛呀？您这没有，干嘛来那么多人？干嘛呀？这是。没事，这是我们也是。我没诈骗，没有，我也没受骗，没有。不是，刚才不是给您打过电话了吗？我跟他解释，我没受骗。您听我说啊，这个咱们已经监测到您给那个对方那账户啊是一个骗子账户。没有，肯定是。
这一次上门劝阻的人员由拱辰社区工作人员和拱辰派出所民警组成。2022年4月，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预警劝阻中心正式启动，作为全国首个4级街乡反诈中心，其目的就是要把预警放到基层，快速反应，缩短预警劝阻的环节，用老百姓的身边人劝阻身边事。三级反诈这块，它的任务量非常大，而且它就是这么说，一个人如果要是劝阻10个，可能劝阻不过来。现在如果成立4级反诈，我下边有一些就是网格员，包括那个蓝板间劝阻队，它是遍布在各个社区、各个小区里。社区工作人员和咱们这个居民啊，平常很熟悉，社区上门让他更容易接受一些，啊，社区上门之后啊，有一些专业的东西，比如说咱们的网格员，啊，不能给他解释的时候，对吧？咱们三级的反诈中心或者咱们的属地的警力可以继续啊进行这种下一步的劝阻，啊，把这个整个这个劝阻流程吧更平顺一些，啊，不是那么突兀。您这人认识？认识啊。你怎么认识的？您是？我们一块吃饭，这是我妹妹。那他是干什么的？您知道吗？干什么？这真不知道。但是一块就吃过饭。您都。您这不知道怎么了就相信啊？对啊，就是他上当受骗。因为我们在这一次就是吃饭啊，不是一次两次，见面不是，接触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是得有超过半年了。您看啊，这个记录里，这软件是他给您提供的。对对，他就给我下载，让我下载一个平台。既然您来了，我跟您说啊，嗯，刚好投资的，投了就是说他是，这是一个他这么说是投资软件，啊，就具体内容您了解过吗？说是他人家返过钱呢。返过吗？返过，他是反正这个挺高的，嗯，哎，一个月投资1万的16%。嗯，我头一次投了一个1万，回来1600，就是1万1600，回来钱了，回来了。嗯，刚刚给您打电话，这个月投这5万，哎，对，还没回来呢，没有呢，因为还不到日子呢。是我这么跟您说啊，您别着急，您坐下，我好好跟您说说啊。您坐啊。这个5万块钱啊，嗯，这个我们已经监测到了，这个您那个对方的那账，您打过来那账号，对方那账号，是一个我们已经确定是骗子的账号。昨儿您别着急，啊，这我跟您说的很清楚。你说的意思就是他就是这就是说是反诈，他就是诈骗的。他就是诈骗的。那他我回本金回来了，要他们刚才给我打电话。师傅，我跟社区的说，我给您打个比方，您钓过鱼不？啊，钓过呀。您钓鱼之，您之前得撒点窝子吧？您之前挣那1600块钱，就是那窝子钱。经过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反复劝说，李师傅终于意识到被骗，同意去派出所做笔录。诈骗的形式有很多种，但是万骗不离其宗吧，对吧？既然是宗是什么？他的宗就是要钱呀。第一个不了解的人物，第二个通过一种网络或者其他非面对面的方式。第三个提出这种转账汇款索要核心信息啊，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那基本上就可以说你遇到了骗子。其实诈骗活动的本质就是在于让你相信骗子所提供的信息。骗子啊，他会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环境，采用不同的手段，会对他深度洗脑，交给事主一些怎么应对公安机关的这个话术。电信网络诈骗背后的犯罪团伙规模达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刘刚说，每一次的预警劝阻工作就像是从诈骗分子手里抢人，每一次的劝阻过程都惊心动魄。前段时间我们在预警线索这个核对过程中啊，发现了一个这个咱们的事主跟这个嫌疑人啊有两次转账，同时推过来两次转账。事主跟我们说就是一个朋友帮忙转个账，没有被骗。跟您说过没有？就是说有一个您向我们这儿在册的嫌疑人卡号里边转过账。无论民警怎样劝说，事主就是不相信自己被骗了，并且自愿签署了反电信网络诈骗告知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又一条预警线索，还是向同一个账户转账的，等于是一个被深度洗脑的事主。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取得潜在受害人的信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失，这是每一个从事反诈预警劝阻工作的民警都在思考的问题。你好，我朝阳反诈中心的那个在吗？在。他干嘛呢？人呢？对对对，救他。来，开门。不要进，我这会有。这是骗子，干嘛呢你这？那电话。还骗呢？啊？能不能干点正事儿啊？冒充警察，你胆儿大了你？你告诉我你哪儿的？说话呀！怎么不敢说话了？净干这缺德事儿，能不能干点正事儿？我告诉你，今天我值班你就骗不成。看他连话都不敢说，这你也相信？我真不知道。哎呦，还能不能聊？能不能聊？看清楚了啊！朝阳反诈中心的，听明白了吗？当他情绪崩溃的那一刻，真正让我感到劝阻工作的重要。虽然很累啊，但是我们的最终效果，直到看到事主醒悟那一刻，确定把事主把你的钱保护下来的时候，我们觉得真是得到了心里最大的慰藉。电信网络诈骗是可防性犯罪，事后打击不如事前防范，快破案不如不发案，多追赃不如不受骗。如何让广大群众对反诈知识能够看得见、听得到、记得住？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创新了反诈宣传模式。朝阳反诈中心啊，为了拓展咱们的防范宣传渠道，我们也做了一些咱们反诈的产品。你比如说，在我们老百姓家中常备的反诈的扇子、购物袋、台历。同时，针对青少年群体呢，我们也同那个企业合作，有我们的专门的反诈汽车模型，这里面呢也有我们的宣传口号。然后同时呢，针对一个养宠人士，我们也有我们的宠物用品，包括针对小朋友有我们的反诈小熊，这也是为了拓宽渠道以后呢，形成一个全社会反诈的共同合力。嗯，就是让反诈深入人心。对，是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去。将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延伸到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形成全民反诈氛围，才能建立起一道真正的反诈防火墙。为此，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根据受骗群体日益年轻化的特点，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联合成立了校园反诈中心。咱们首经贸大学的这个反诈中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是2021年8月6日成立的。反诈中心进了校园以后，这个效果怎么样？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电话类的诈骗已经完全归零了。哎，我们可以随机，哎，同学，那个，我们可以随机采访您两句吗？可以的。您对这个诈骗这方面手段啊，各方面有所了解吗？稍微了解过一点，但没有了解得很全面，就是。您知道哪些？我知道的比较典型的就可能是杀猪盘，或者是兼职杀单，以及是一些就业上的一些诈骗。那您这些反诈知识是从什么渠道了解到的呢？我们学校平时也会推荐一些关于反诈的信息，尤其在青春首经贸这个公众号上，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志愿者小组吧，好像是。之前我也接到过他们那个志愿小组给我打的电话，就是专门提醒要注意这个网络诈骗、刷单诈骗之类的信息。哎，王警官，我看咱们这儿大学生哈，确实对这个反诈知识了解的还挺到位的，是咱们有对他们进行一个培训吗？对，每年的新生入学以后，我们会做一个专门的反电诈的一个讲座，然后把这个全民反诈 APP 全都安装到手机上。那现在您带我们到首经贸的反诈中心看一下。好，好，走，我带你们去。与所有反诈民警的工作流程相同，校园反诈中心的志愿者们每天要对上级部门下发的预警信息进行梳理，再根据风险等级对事主进行电话劝阻或者见面劝阻。首先我们要自报家门，然后说是我们是首经贸的平安校园反诈中心，然后就是询问他是否受到那个诈骗，是否受到损失，然后并提醒。然后第三步就是要进行反诈全民反诈 APP 的宣传，
然后最后核实一下是否是本学校的学生或者是工作人员。警力有限，民力无穷，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是一场人民战争，公安机关是主力军，但孤军奋战不可能取得绝对胜利，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才是胜利之本。往更长远的说一些，电信诈骗、网络诈骗这种，它不会短时间内消除，它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有可能都会是存在的。所以从娃娃抓起，从教育方面提前入手，在他人生还没有开启这种消费模式的情况下，提前让他知道有这么一种诈骗形式的存在。发案再少，损失再少，不如不发案。这也是我们作为反诈中心支持我们下去的力量。我们希望全社会无诈，全社会无诈，首都无诈。我们的努力也是朝这个方向去走的。在反电信网络诈骗这场全民阻击战中，北京市公安局以科技信息化手段为支撑，依托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全力开展资金预警劝阻工作，逐步提升源头阻断能力，全力压降发案，减少损失，争分夺秒帮助人民群众守好钱袋子。拒接电话，紧锁大门，深陷诈骗漩涡。别问了，要是我受骗了，我就报警。预警到人，劝阻到心，直觅反诈宣传网，分秒必争一线系列节目紧急拦截正在播出。你好，这里是吉林市公安局反诈中心。2023年4月24日，吉林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信息，市民李女士向一个涉诈账户分两次转账，共计10000多元。民警首先对李女士进行电话劝阻，但效果并不理想，于是根据李女士提供的地址，民警立即前往，准备对其进行见面劝阻。你好，有人吗？哎，你好，反诈中心的。我那个，您姓李吗？我不姓李，我姓潘。啊，那个，我们是要找一个叫李茹的女士，您看这个人您见过吗？不认识。啊，不是咱这儿邻居是吧？嗯，没见过。好，谢谢您，谢谢。打扰了。好。所以他现在可能给的是一个假地址是吗？对。是这个是咱们打电话跟他电话劝阻的时候他给留的地址吗？对对对，电话里面说的，他说自己住在这儿。显然李女士不愿意配合民警的工作，事态紧急，如果民警不能及时成功劝阻，李女士很可能继续给涉诈账户转账，造成更大的损失。于是民警尝试着与李女士再次电话联系。您好，欢迎致电吉林市。哎，您好，是李女士吧？对啊。哎，您好，我是咱们反诈中心的。9号楼1单元402。对，我们现在就在9号楼1单元402门口，敲门了之后里面不是。经过一番沟通，李女士提供了自己的真实地址。哎，你好，是李女士吗？哎，你好，我们是市局办事处接到城里的反诈中心。啊，不用客气，没事，我知道，打电话吧。哎，那个，方便进去过吗？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过程当中，发现你有两笔钱转给了两个涉诈账户。这个涉诈账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给他转钱了之后，他被骗了，所以说上我们这儿来报案，然后我们才能把他定为涉诈账户。这么说你就理解了吗？理解。完了之后，你转账的这两笔钱，一个转账有没有流水记录？我删了。你是通过什么方式转？手机。
手机啊，银行是手机银行呗。对啊。啊，那那个方便把你那个手机银行打开看一下吧。我们需要检查一下，这个钱是转过去干啥的？买电器。买什么？电器。电器。什么电器？风扇。买了好几种。对方是干嘛的，你知道吗？没事，我要受骗我就报警了。那你是通过什么方式认识他俩的？朋友介绍啊，买电器吗？啊，您接着找照片，我得看到那个。你找什么？啊，朋友介绍买电器，那是怎么个朋友？就是通过微信呢、电话呀，怎么个方式介绍？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介绍的。啊，面对面向你推荐的，说这家是卖电器的。嗯，没有了，都删除了。那我删了。那为啥要删呢？这个转账记录。我怕我对象回来看着。怕你对象回来看着。对呀、他不让。那你这是什么样的电器呢？为什么会怕人看着呢？你别问了，要是我受骗了，我就报警了。不是，这个情况啊，这个账号就是诈骗账号。你的钱转过去之后，你是不会收到东西的。如果说要是没有人来报警的话，他们这个账号他也不会被设定为风险账号。这个事儿，它都不是说我们吉林市公安局，或者是我们昌邑区公安局，我们自己给它设定的，这是从公安部推下来的，懂吗？李女士态度强硬，不论民警怎样解释，她都坚称自己不可能被骗。在随后的对话中，李女士道出了一个令民警震惊的信息：“姑娘，我现在不是一万的事儿啊，现在差不多转移十万了。”十万了都？对呀、我们现在就只收到了这一万多的这个转账，你得把这记录给我看看呀，怎么回事啊，对不对？就是前后这个这个事儿，就是朋友介绍在网上一个刷单的，刷单对吧？对。那你看，就如实说刷单就完了。就是刷单的，嗯，完了之后那个，我现在等钱到账，明天下午这个点钱到账。通过什么软件、什么平台刷单的？就是，我也不知道谁拉我进了一个朋友圈，完了之后就进里边了，完了之后就朋友圈。对呀、不是，群。那群还让我手欠删了。微信群。对。微信群叫啥名知道不？忘了，那微信群让我删了。我现在微信冻结，不能动。你微信冻结了。我现在等着钱呢。李女士反复强调，她投资的钱很快就能连本带利返还到她的银行卡里。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民警一直在给李女士耐心地宣传反诈知识。你边看我边跟你说这个情况，凡是刷单肯定都是诈骗。但是群里好几百人呢。是群里好几百人，可能就是你想着说那么多人，不可能就那么多人合起伙来骗我一个人，对不对？这个里面除了你之外，受骗的也不能我自个儿。对，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的受骗的人，但是里面肯定是有托儿，懂吗？收到钱这个人他肯定是托儿。那如果我要是现在就立案了，我这些钱还全能追回来吗？那我得看到账啊，我没有账怎么追、如果我要是有账呢？那肯定能追呀、那肯定得追呀。现在我钱没回来，我怕你们找完之后，我明天下午收不着我这钱。我不管我们现在给不给你立案，找不着，你明天下午都收不到钱，因为你的钱现在已经进到骗子的账户里了。那如果要是收回来呢？不可能收回来，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了。骗子为什么拿了你的钱之后，他还会把这个钱再还给你呢？李女士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定跟民警一起去派出所报案。就在这时，客厅里的交谈声惊动了卧室中李女士的儿子。妈，怎么回事？啊，没事，我没事。我那个，直接说就行。我们找你母亲了解点情况啊。我一会儿我就回来，你进屋去。直接说就行，没事。这个。在家啊，这个、就是你母亲吧，他现在有点情况需要跟我们就是研究一下。就那个软件呗。对，啊，既然你都知道的话，就告诉你。我都说。我一会儿我也回来。你也劝过他是不是？不是我，诈骗呗。对，网络金融诈骗。对，你还挺了解的啊。你是怎么从哪儿学到这些知识的？网上啊，我又不是不学。来，我也给你留一本啊。有空的时候自己看一看，这个肯定比网上介绍的更加详细啊。这个吧，刚才我也给你母亲拿了一本啊，就是有空的时候也让。这是去
调查，然后去帮我母亲把那个钱尽量追回来。对呀、啊，那要不然那你们怎么过日子啊？要不然我还寻思，我还寻思我妈是因为金融诈骗而犯法、啊，然后不是，她是你妈妈是被害人啊，她是被害人、嗯，然后我们过来了之后找她了解完情况了，赶紧报案。刚才就做那个梦，梦到啥？梦到我妈去我搁外边自己一个人住。好，别怕啊。安抚好李女士的儿子后，民警带着李女士到辖区派出所，给她做了详细的询问笔录。对于李女士的聊天软件被嫌疑人更改登录密码一事，民警是这样解释的：第一点是断绝她与别人的联系，啊，防止别人就是，告诉她，然后让她。那我还有电话呢。是。他就有一个联系方式断绝，就先断绝一个，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是删除掉自己跟他联系的时候，啊，比方说我向他介绍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会给他发链接啊，发一些这些东西，我把我的这部分给删掉，啊，让我们就是警察取证的时候更加困难，啊，然后第三一点就是，如果说他手机的微信里面有其他的钱，或者说是他的微信里面啊绑定什么银行卡什么的，把这个钱转走，啊，完了之后再有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把他这个微信拿走之后，他们进行犯罪活动，啊，通过他的微信去加其他的更多的人，完了之后把他的这个，链接呀、啊、推广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上当受骗。幸运的是，在找回了李女士的网络聊天工具密码后，民警并没有发现她的亲友被骗。在采访中，民警告诉记者，由于近两年吉林省反诈宣传的力度很大。像李女士这样上当受骗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宣传理念呢，就是大水漫灌、精准滴灌，就是这个两个途径。第一呢是普发，对所有的老百姓进行宣传，这个主要是通过线上，一是就是跟大家面对面的宣讲，然后呢搞一些活动互动，这个就是多样化的。以长春市为例，民警会针对不同的群体开展精准的反诈宣传。会根据真实案例改编成短视频，通过网格群推送给市民们观看，会在商场、银行等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投放反诈宣传视频，还设立了反诈地铁专线。我看这一列地铁上面贴的都有反诈的内容，你们平常坐地铁的时候会看这上面贴的这些内容吗？会看着。因为一进门就能看着吗？就是平时坐地铁嘛，都是一些其他广告，然后有的时候会我坐过两次大概反诈专列，然后看一看这个墙上的贴石啊，然后有一些那个警示，其实对我们平时一些那个反电信诈骗的一些事儿，我感觉是有一些帮助的。您觉得就是长春在反诈宣传这块做的怎么样？做的还是挺好的，挺到位的。比如说地铁站他会发那个宣传手册，就是反诈的，然后外面的标语经常也能看到。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持续传播全民反诈、人人有责的理念，让群众在日常出行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反诈宣传教育。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开展了一次全民反诈 APP 安装的一个专项行动，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除了老年人，然后小孩没有手机的，然后我们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和小程序得有500多万人。据统计，吉林省自2022年1月全面深入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工作以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已连续17个月呈现下降趋势。反诈是一个持之以恒的事情，就是我们一直在坚持，每天都在做，每天都在发，然后呢也希望带动周围更多的人参与反诈，形成一个全社会反诈的一个局面，真正做到反诈深入人心。以防范宣传为载体，以预警劝阻为手段，积极构建系统严密的防范管控体系和覆盖全社会的反诈宣传体系，持续掀起社会各界共同反诈的热潮，推进平安吉林建设。